第四小题，被积分函数是一加 x 平方分之 y 平方，变数 x 的范围是负一到零，变数 y 的范围是零到二。我们先对变数 x 积分，再对变数 y 积分。当积分变数是 x 的时候，变数 y 看成常数，所以分子的 y 平方我们可以把它提到积分前面，那里面就是一加 x 平方分之一积分。一加 x 平方分之一积分是 arctangent x， x 的范围是从负一到零，外部是变数 y 的积分。上限0带进来是 arctangent 0， 下限负一带进来是 arctangent 负一，再乘上 y 平方积分。arctangent 零等于零， arctangent 负一是负四分之派，负负得正，所以正四分之派这是一个常数，我们把它提到积分的外面，里面是 y 平方积分。四分之派照抄， y 平方积分是三分之一 y 三次方， y 的范围是从零到二，上限二带进来，二的三次方八，再乘上前面的系数，十二分之派等于三分之二派，下限零带进来等于零，所以答案等于三分之二派。